哎，手机还我。我找你有点事儿，你这么紧张干嘛？嗯，你要是想跟我说什么感谢的话呢，还是免了吧，肉麻死了。谢谢还是要谢谢你的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不过，你能把那个监控录像给删了吗？哪有什么监控录像啊？你不是跟陈英说你拍到了监控画面吗？ 大哥，你觉得保安室的监控我说掉就能掉吗？你叠东叠看多了吧你？你炸他的呀！我都信了。要骗过敌人，先得骗过自己人。呸！谁给你自己人了？说吧，到底来这儿找我干嘛？那，先把你帮我垫的钱还给你。 徐静说：“你上午怎么没来上课啊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马老师已经知道了，是不是你说的？我没有，我既然答应过你，我就不会说出去的。现在老师们都知道了，我爸我妈也知道了，我明天就要转学了，我的人生被毁了。” 都是因为你！我再说一遍，我最讨厌的就是言而无信的人。这件事情不是我说出去的，我会为我的言行负责，也请你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不是你说的，这是楚若宁说的，你不是异国的。 同学，要不要载你一程？滚开！我不想理你。那怎么了？火气这么大？上午还对我毕恭毕敬的。我发现了，女人变脸真的是比变天还要快。你少跟我贫嘴！陈英的事情是不是你告诉老师的？不是啊，我没说。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，也敢做不敢承认。所以说，你现在要为一个偷你钱的人来责怪我吗？ 陈英的事情，结果是怎样，都是他咎由自取，这是两回事儿。昨天我们明明说好了保守秘密，对不对？你也答应了我，对不对？楚瑶宁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不守。 小叔叔，你知道陈英转学的事儿吗？就是他偷了班费，对吧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哼，居然敢偷你的东西，幸亏他转学了，不然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唉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不过老马到底怎么知道的呢？这件事情除了我，只有楚若宁知道。 不是他，还能有谁呀？不可能吧？他平时最怕麻烦了，遇着老师都绕着走，怎么可能还特地跑到办公室打小报告啊？再说，也不一定只有你们俩知道吧。我觉得班里边肯定有老马的眼线，咱们以后一定要小心点。难道是我冤枉他了？
那楚宁啊，这道题你会吗？我做错。你错了。嗯，我错了。你到底会不会啊？不会，我问别人啊。什么题啊？我看看。嗨，这题啊，简单了。你看啊，前面的步骤你解对了，从这个步骤开始，你应该把常数给带进去。来，你们俩过来一下。听同学反映啊，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。我之前把你俩安排在一起做，可能有点欠考虑，要不然把你们俩分开做吧，你们觉得呢？老师，我没意见。老师，我有意见。我觉得我和徐同学在一块儿挺好的，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开做？之前把你俩安排在一起做呢，是为了相互提高成绩啊。但是经过这段时间呢，效果并不成理想，所以我觉得还是给你们安排更好的同桌吧。谁说效果不理想的？徐同学数学成绩提高的特别显著，对吧？我觉得挺合适的。那你呢？你之前呢，听说在衡中的时候呢，门门成绩都是拔尖的，怎么来了我们青中，门门成绩都不及格？而且听一些老师说啊，你这上课不是打瞌睡就是开小差，我觉得还是给你安排更适合你的同桌吧。老师，那是我还没适应。徐同学挺帮助我的，成绩我一定会提上来的。嗯，要不这样吧，下一次中考啊，如果他的成绩可以每一门都及格，而你呢，数学可以达到90分以上，我就让你们继续同桌，否则呢，只好把你们分开做了。没问题。你干嘛非要赖着我做同桌啊？在班上我就认识你和苏慕远，他比我还懒，还是你用起来比较顺手，换起来太麻烦了。你还把我当跑腿了？你这个混，你干嘛？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条线上的战友了，必须心连着心。你神经病啊，你偶像剧是吧？徐叔，请你吃早餐。这么多？你摆摊卖早餐呢？给徐静猪的。你才是猪呢，我平时不吃早餐。就是因为你不吃早餐，数学成绩才那么差的。胡说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数学课一般在上午，你不吃早饭，肚子又空又饿的，大脑反应迟钝，跟不上课程，明白了吧？歪门邪说，这就是你的补习计划？当然不止于这些，接下来几个月我们每天都必须要形影不离，然后每天放学留下来补习一个小时，我送你回去。有那个病。哇，啊，这怎么样怎么样，烫严不严重啊？是不是每次都得在我衬衫上画个地图才圆形？对不起对不起，都是我笨手笨脚的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没事，我脱了衬衫，今天穿校服外套就。车宁，哎，美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有点想你了嘛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哎，
是谁呀、啊？这也太美了吧！刘美琪，我们初中校花，楚留宁的发小。什么？楚留宁这小子也太有福气了吧！哎，她比人姐妹。她比人什么意思啊？自己体会。白皙，你走。